咱等面真久，就是为着要甲你见一面。恁两个，就好好甲话讲个清楚。你要跟我回去的，你并不对不起我。我是来我妈说的，拄则帮咱讲我才知影，我妈搁去病院找你个阿姆，用上过分的方式甲你威胁，是的啊。坦白讲，我是真正足受气。啊！不过我妈，我莫生气。伊甲我讲，你莫安尼做，是因为真正足爱你。是阿母放长，你甲电话挂掉以后，我有足侪话想要甲你讲，有足侪足侪问题想要问你的。啊！不过到最后。我还是爱吞落啊！已经无啥物代志，比回心内更加重要。我妈将咱两个人的感情当作是妹妹，甲我对你最后的期待，变成是更小的心情。我的感情，只要爱用新的两个人来做收尾。我妈哪会这么爱我？我哪有这么爱我的妈妈？好啊，别哭。我除了哭，我搁会当做啥？把目屎擦掉。既然我已经做出这个决定了，你就要接受。你若是把目屎干了，未来的路你就会看袂清楚。唔通怨妇你身躯边的人，就算讲你干了无得接受伊的爱，迄嘛是。亲人的爱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物件。你到最后，你还是这么保护我。别再阿婆啊，安尼会感冒。永杰，永杰，永杰！耳朵绑好，绑好啊！我不爱，我都绑好啊，就得走啊！不管你是不是绑好，我拢会走。我甲你希望，
你留我最后的印象是跟我同款，是勇敢，是坚强。阿丽有表示，我唔免阁替你烦恼。勇敢甲坚强，是我最后留给你的提醒，也是这段感情最后的收尾。你敢袂收落来？我保护你，不管我拄着什么代志，我从来拢唔捌后悔冒险。我嘛是，希望有一天。咱拢会个。哎呀，咱找着家己的幸福。替你挂号挂好啊，你就先在家等来用的呀。好，那安尼你先去看视频。啊，惠弟，我嘛无爱看影片啊，也是我留落来陪珊珊好。唔免啦，我想要跟你一人两间。啊，唔过，卖个也唔过啊，珊珊哦想要独处，咱都尊重伊。我先去变手机。我是不是应该主动打电话关心珊珊呢？珊珊无怎好耍，伊人就无爽快啊。若是搁压着好，加重病情是要安怎？天公伯啊，你是毋是想要让我一个人行行的，冷静一下？所以才让我找不到车。
那是你。拄只落雨。雨已经停了。你的头毛重啊，手巾啊摕去起来。免啦，我甲你手机啊用淡去，我会歹势啦。你哪会来？宝娜甲永琪因娘咧？因还搁伫咧看视频，我看落雨，就去你无怎雨刷，我就来啊。啊，不过还是陪护啊。你真正是一个好人，多谢你的热心。我送你回去啊。唔免啦，我家己会用钱。那咧，我陪你。无需要啦，我想要一个人行行的。我对伫你边啊就好，我袂甲你吵，嘛袂甲你搞了。你无必要安尼做。我无想要造成你的压力啦。啊，不过我无法度控制我家己，想要去关心你，想要陪你走过伤痛的心情。我嘛不知影我是安怎。珊珊，我从来唔捌，有任何一个查甫囡仔会喜怒哀乐牵动情绪，嘛从来唔捌卑微到求一个查甫囡仔对我有一点点的回应。只有你，林珊珊，看到你笑，我会替你欢喜；看到你艰苦，我的心会对你疼。我的自责，是安怎我无多甲你斗相共？我都代替你疼，看你对我冷淡，我会着急，我会唔知影要安怎，就亲像即摆安尼，我完全无想到，我会伫咧这段情形，对你讲出我的心内话。林珊珊，我真正介意你，我无法度控制我家己，莫去介意你。你莫介意我，我的心已经给另外一个人了。若是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没有迄种机会。多谢你为我所做一切，啊，不过我袂接受你的感情。珊珊，原本我当作你对我的关心是因为咱是好朋友，原来你是无得的。那安尼我更加袂用的继续造成你的误解。请你即马离开，那安尼伫我心目中，至少你还留下真实的背影，我嘛才会当继续做我的决定，甲你当作是朋友。是嘞，我知影我即马对你的感情造成你的困扰，啊，不过我袂安尼就放弃。凊彩啦，不伫我袂接受你的感情。若是你要跟我勉强，我就让你永远记不得我。